在我的狼开，那就互换野区了。 闪现 Q， 这个闪现浇的太丑陋了吧！走吧。 直接上河蟹吧，瞎子没死，他这波只能在上半区的，他也有可能会直接去河蟹，他是比我快，因为他先死，直接改，好没打，我们来蓝 buff 找他，那他就是刷的三狼，然后来蓝 buff。 人呢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兄弟们，我懂了，在他的视角里，他并不知道他的红 buff 被去哪呢？龙王没闪。好，把上野区的加力野怪也先处理一下吧。他还要我帮他抓鸡鸡，也行。这个线鸡鸡肯定要推。 24刀，他三狼已经被他自己吃掉了。这头不是我的。
回下路吧。他想捡魂，你捡魂你别 K 我的米啊，我干一个虫子20块呢。回家买装备，我也第一件买亵渎试一下，兄弟们，看看第一件亵渎厉不厉害，一打二了，漂亮，我也来试一下第一件亵渎。小龙，这波把下一半区控了，升个6级了，拿小龙吧。5级盲僧，漂亮！对面瞎子已经被打懵了，好像有点神志不清。来，我们再来三郎，给他再上波压力吧。他肯定要一 Q 过来打三郎的。不过他站在这，他大招踢不走，这就是细节。我们贴着这个墙，他大招就没法把我们踹走，踹不走他这波就跑不了，知道吗？学会了吗？听懂掌声啊，兄弟。怎么有只鸡在这里啊？行吧行吧行吧，哎，我受不了，我他妈必须干龙王来，我就走龙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剑姬在这放眼了。这还是第一组的 F6 啊，抓波鸡鸡，青钢影有大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鸡鸡是不是回来呀？鸡鸡，好像回了，好像回了。感怎么感觉第一件亵渎，哎呀，先这样买。世界美味无穷。这是要裸挺进呢、啊、这卡特。裸挺进的。他应该要 RQQ 我，我操，绝了，哈哈，绝哦！瞎子地神，地神应该没大，他地神应该没大的，应该没有。
曹彤就算了吧，曹彤就算了，不去了。挺进减速，哇，漂亮！漂亮！这卡特有东西的，青钢影可能不能看一眼？青钢影。月塔单卡，1963。我想补个装备，我真的补个装备。先买个亵渎吧。但这样就有菜刀队呀，兄弟。菜刀队呀。这么狠吗？牛逼！蓝 buff 我们可以反，都是我的。这把一次不死，一次不死就够了，我也不贪心的。阵容不差，我们这阵容还不差吗？我们这阵容零前排，零前排还不差吗？这个阵容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，兄弟。你看看对面什么阵容，这把阵容还有观众说这个阵容不差。我们这阵容跟对面一比就是一坨屎，这是我们现在优势大，优势不大，我们这阵容现在已经烂了，都零前排还没什么控制，
对面还是个龙王曙光加剑姬，难打了一匹。两个单杀是吗 ？EJ 也是单杀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我以为 EJ 不是。不要冲动，大招不好跟。这把能赢就可以，一次不死加赢游戏。OK， 瞎子是不是单咖呀，兄弟们？我打架的时候没办法看得那么仔细，瞎子是不是单咖？应该是单咖。瞎子应该是单咖。准备小龙吧，好，上票上票，好，换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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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